唱一首歌好了啦，真正好。部分中间可能真侪人不是信耶稣的啦吼，但是我自己本身，你也知咱台湾的家庭，大部分都是道佛教，大部分啦吼，啊，所以当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哦，就给他们讲，哇，你讲到耶稣，会天正地干咪拿钱来，哦，我讲袂咧，干那因为人家跟我传福音的时候，讲到足好听，讲好啊，你讲耶稣遐硬，你都迄一间互我看。马博啊，哦，但是呢，我信耶稣这么多年下来，我知道说有一件事情非常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耶稣是可以被体会的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我以为说实在话，我以前是个马普的干儿子。这一次啊，我是个马普的干儿子。